哦，北边真武大帝庙，真武大帝庙，六庙。到脚带我到保安宫这边，先到一次，要先到真武大帝庙，真武大帝庙。来，这边来。哦，放水。北边的脚带，真武大帝庙，真武大帝庙，哦，台北古田五虎宫的，哦，台北古田五虎宫啊，许县，啊，台北古田五虎宫，许县，啊，五宫啊，啊。这是什么技术可以这么漂亮？来了，一切顺境。刚才讲的是暗分啊，那什么情况呢？情况，两水车还有马草车，有两水车有马草车，哦，哦，哦，村庄走了快一圈了，要到庙那边了。先午餐，先吃晚餐，大家先吃晚餐。
现在就吃晚饭时间了。发表指标呢？先照镜，然后大家先吃晚饭，先吃晚饭，然后要还要露面。